老公在后台。林美那一刻是不是特意唱给他听？他不懂听广东话，我要翻译。但他应该看到一些，他看到，他入面看到，他见到一些相，那些相都是他帮我一起揀出来的。我很感恩，我第二段婚姻到现在，我认识了他四十几年，我是1973年认识他的，到现在。而大家能够真真正正，我病的时候他又是支持我，他不舒服的时候我又照顾他。咁真正做到不離不棄呢一點，我係好感恩，好感恩嚇。但係夠唔夠啊？為咗今日傾兩場。Actually 夠㗎啦，因為點講啊？其實咁樣我已經好滿足。今晚真係好多好多朋友喺度，咁大家都咁熱情，you know 呢個係好難得。所以我話我唔可以退休，如果退休我會好失落，冇咗呢一種感覺，同觀眾嘅交流，佢哋俾我哋嘅反應，呢個係錢買唔到嘅。開頭係諗住係邀請埋阿肥媽嚟一齊，有阿葉振棠啦、肥媽，因為我行內係好幾個朋友啦，咁合作得最多嗰幾位咯，都希望佢哋嚟。但係肥媽去咗做嘢，葉振棠又去咗做嘢，咁啊好彩 Miss Chan Chan 喺度。